我没有嫌弃他啊，没事啊，我没有，因为埃及宝他。哎，你们要喝点酒吗？让老板弄个清酒。都可以。对啊，我都要喝。哦，我点一个无糖可乐。算了，喝。你要喝无糖可乐，好习惯。下单。欢迎阿黄，谢谢阿黄送的天赋万象，感谢阿黄的天赋万象。阿黄让小胖子过来打个招呼，或者老杨也过来打个招呼，让小胖子过来刷个飞机过来。小胖子是那个吗？丑把人家给惯的，真的是。谢谢阿黄，谢谢阿黄的天使万象。阿黄是谁？戴眼镜，戴眼镜，不喝酒。老张、啊。嗯，你看你怎么叫人家老张了都？你们很熟、哦。小胖，小胖子那么叫的。都变成老张了。没对着我吧？对着呢。不对着，没让他看到。我今天采访的时候都不想露脸。我是雪还是真的？采访啥呀？我感觉这个比这个强。采访穿搭呀。采访穿搭？谁采访呀？节目，别人。嗯。可能穿搭比较好看。哦，就他发短视频里面是吧？他那个应该是吧，他拍了照片，我那穿法呢？对，他骨架蛮好，肩膀很平。感觉我脸胖了，不上镜。没有啊。真胖了，以前90斤的时候，还是很有自信的，现在没有了。可是90斤不好看呀、啊。没有，我感觉我90斤的时候挺好看的。哦，女孩子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肉好看。我觉得也是，而且我原来就是一直都88斤。你多重？我现在102、103。多高？70。我最瘦的时候88斤。挺瘦的。因为我88斤那是过得不快乐呀，我就很瘦呀，就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瘦。88斤他们都说我营养不良。你们女孩子太追求瘦了。不是追求瘦，就是追求上镜，要不然不上镜。嗯，毕竟你是干这个，我们这种素人就上镜，上镜很重要，真的。王教练，那个你开专场那个妹子在，你有什么要和这个妹子说的吗？王教练，真的，他骂我。他知道你骂他了，那天晚上啊。我听到了。他还听到了啊，王琦。王琦，你自己说吧，王琦，是不是应该道歉？24小时没有，我这段时间播的少，每天。就是你有的人他睡觉。哦，那不行啊！我播过这种，之前出去的时候 播睡觉啊。但现在不允许播睡觉了。睡觉你怎么播呀？他们有的人就躺着睡觉。啊，就对着你是吧？对啊。那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平台不允许。那可以播小狗吗？可以播小狗。小狗可以睡觉。可以。宠物能睡的，睡哪儿去？要不对着他吧？对，要不对着他吧？这狗有点懵逼。
多大这狗？1岁啊。一岁。我儿子也一岁了。好，三分一同吃两份啊。哎，让他们烤脆焦脆一点。好的，多烤一会儿。鸡翅膀也是，老板娘，鸡翅膀也多烤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。不可能录到我呀。对啊，你上镜了。对啊，我这脸好胖啊。对。哎，不要拍到我。救命！完了，我坐那边吃。能不能录你自己？嗯，那就录你。像哪样？长得好看也不能让人家多看看。没有，长得不好看。长得好看也得让人家多看看。你看，社企管理面的罗金蛋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不有回放吗？没有。没有回放，我把回放关了。让我练投篮是吗？和防守，我去练散打吧，兄弟们，我去练个散打。哦，这个有延迟。嗯，它有延迟，应该延迟不到一分钟，30秒吧。鸡呀！一哥，这是哪里请的极品？求你这话说的。那个镜头是反的，后置镜头是反的。阿黄问：“这个 R 是谁呀？”就是他呀，阿黄老张啊，还激动，还激动吗？啊，老张啊！阿黄，他都叫你老张了，你看看。你看我记不记得你？还有，他还记得呢，小胖子老杨呢？能不能换个称呼？还有老杨，老杨在吗？老杨，他们哦，应该没在，他们今天没碰到一起。啊，老杨没来你直播间，你看他仨一起来呀。老杨估计站不起来了。对了，今天下午练过腿了。小胖改一天会碰头。你让小胖子进来刷礼物。他老杨和小胖子他俩录我视频，过来上点补充费。真的，我趁我喝多录我视频。过分，哎，他为什么就给两个那个鸡蛋？因为他不吃吧，我也不吃。你不吃鸡蛋？他有啊，还有一份啊。寿喜烧的。可以啊，你们点的是寿喜锅是吗？啊，对啊，寿喜烧。寿喜锅大外我有啊。不是王小胖子，不是王琦，是另一个。不是。对，趁我喝多，他们都录我视频。来，你们刷个飞机，我给你们看视频。不行，一个飞机够吗？那也太便宜了。算了，不能看。这个视频有损形象，不能看。我说他们下次录我，能不能拿棉线去录我？你要求真多。你之前是不是也录我的？在阿库骂的时候，你们都趁我喝多，你们都录我。我删了。我都麻屎，我删了，我都没脸看，我真的删了，我都没看。麻辣好梗。有那什么吗？有味增汤吗？味增汤。哎，老板娘，那个是他们点哦，点的是寿喜锅是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我给我个无菌蛋吗？那个是一份面两个。哦，你在那给我一个吧，没事，他会给我的。你跟老板娘说一下。我不吃，你不吃，那你就吃两个。不。这样会显得很没排面，我必须让他送一个。好的，大哥。我刚吃完翘脚牛肉，感觉快饿死。你这段时间减的太多了，阿黄，你零碳水再减。阿黄，又一个新名字。还老张顺口。再坚持一下啊，五华，你现在腹肌已经快出来了。好的。没问题。哎，我这里的肉怎么办？只能抽脂对吗？肉多吗？哪里的肉？哪有肉很多的呀？啊，我胳膊有肉。这儿出来的。我这么肥。而且你副乳也挺多的。我胳膊这边有肉。嘴巴还挺高的。那咋办？对啊，因为我吃东西就是随意吃。这边我胳膊这边有肉，我想把这两边多再抽掉。
你们为什么不想到练好好练身体做回人，都想着那么走捷径，不是抽脂就是喝酒，这真的是啥生活呀。嗯，因为我不上进啊，我不用，我不需要上进，我不是做不不是，我说的是健身，练身体为什么不练呀？我俩没较劲，这是我闺蜜小胖子来了，在直播间呢。小胖子是哪个呀？小胖子，小胖子说句话，小胖子，小胖子把我灌多了，我不管，来个火箭。他没号，没号看啥呀？他没号啊。就进来看着。小胖子，大胖子。那如果练的话，就是我还要减脂。先增肌再减。先增肌，我先看视频吧。增肌我就变，我还会变胖，对吗？啊。就增肌的话，增肌会还会，会重，体重还会增加。你如果增肌的同时，你饮食控控就不会。啊，那我就有上有下的。我可以练，但是我不能控制饮食。为什么要控制饮食？饥饿暴，我怎么饥饿暴啊？小胖子不是吃的要控制，小胖子又不是王石。你实在不行，你一天就吃一顿。不行，我压力很大呀、哎。我去让小胖子充值。好嘞，好嘞，张总。太好了。谢谢张总。啊，你现在进张总那边。那充完我就进。怎么说？张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张总。怎么说、啊？张总敬一杯酒。整点、啊。茶。哎，可以喝酒吗？您的那个可以喝，可以喝。嗯，可以喝。可以抽烟吗？可不能抽，喝酒可以喝。你要抽烟是吧？我切过去一点就可以了。叫爸爸刷火箭，你们刷老多爸爸了。红兵也来吗？红兵你别认识了，应该没机会认识。肩都开下了，是的呢。衣服都分体了，家里贫穷买不起衣服，坏了还穿着呢。喝的话，要么我咱俩弄点清酒。清酒。嗯，你要喝什么酒？还是飞？清酒不得又给我喝飞了？不要喝，它的酒量不能喝什么。算了。什么？喝醉？喝醉开车哎！对你开车你怎么开？对，找人来开，只能找人来开，有点麻烦。没有，那个我开，你喝。谢谢布兰皮的办卡。我可以开。那我喝，我不自己灌自己。我可以开大车吗？可以开的。我要喝酒，我肯定灌女的喝啊。哪有自己灌自己的？我没开过，虽然，但是可能是能开的。它这个东西不会是手动挡的吧？啊？大 G 怎么可能手动挡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那种车吗？很老的车呀，它是新的。谢谢布兰皮特两张办卡。王琦来开车，你们过分了，不让人来吃饭，让人来开车。那个酱油什么？在那边。算了算了，不喝了，喝了得要王琦再过来开，太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可以给他点一个水煮鸡蛋吗？这么有面子。水煮鸡蛋。水煮蛋。然后他吃蛋黄。那肉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但是他不能吃调味的，不然他累的会。水煮蛋怎么做呀？就是白煮个鸡蛋。哦，白煮蛋。我回去问一下。他是不是只能吃蛋黄呢？他也可以吃蛋清，但他不喜欢吃。
我儿子就只是蛋糕。你把你的那个直播标题改成什么？40岁少妇，离婚带俩娃。你滚！就我带俩娃，是不是一个我儿子，一个我姑娘？我姑娘在这儿呢。爸妈可以给我买法拉利吗？想买法拉利。有机会啊，再去多泡一会儿嘛。泡啥呀？把我打晕，我可以做梦。你不生日礼物吗？要法拉利。哎，真的奇怪，我跟你一个男的说，我说我过生日，他说那你想要什么礼物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你买。那这个跨度不就很大吗？你跟他说我要车。对呀、啊。我怎么要呀？牛逼啊！后来那男的应该没联系你了吧？啊？还联系你吗？我没跟他说我要什么。我问，我想要迈凯伦，要750S。雨晴今天的妆蛮好看的。每天不好看。请你把酱油留下。为什么你的手上就两个指甲了呀？全掉了呀。那个手都掉了。全掉完了吗？该重新做了，还没去呢。烤香菇、秋葵。哦呦，吃喽，肚子饿了。吃吧吃吧吃吧。他不练身体，但是我让他买了一件那个健身衣，买了一件衣服让他过来练。我真的从来没练过，从来没有。可以。鸡软骨。哎，你好，要一个无糖可乐。无糖可乐，嗯，无糖冰的。这里现在有无糖可乐了？应该是没有，只有可乐，只有有糖的对吗？可口可乐，需要吗？就可口可乐无糖的没有？没有，对。那不要。喝水呗。你喝啥？有那个有科尔必斯吗？科尔必斯有的。哦，给我拿杯科尔必斯。好的，一杯是吗？你要吗？他不要，就一杯。我有一杯。两杯。两杯。吃播吃饭可开心。没事，你先吃，我先拽我。这个下面不应该挂那个链接吗？就是。家人们，这个甜虾怎么怎么的？这个甜虾，开始啊！完了。明太子鸡翅，你们的。哎，有人送火箭来。谁送了？不能喝小船那桌，什么意思？这是谁？这不会那谁吧？这是小胖子吗？我估计可能是，只有他能叫这名。那怎么说呀？啊，是他吗？是的。能看吗？哎呀，是他吗？哪儿呢？小胖子火箭呢？我咋没看见呢？我真没看见，一级刚注册的。哎呀，谢谢我胖总，胖总我没看见，胖总再看一眼，我真没看见。啊、哦，这火箭是500的，跟他要2000的，这样啊，啊、哦、这样啊，2000的没见过。
那这个还行，还行，就是脸，还行。买上镜。我真的不太上镜。他们说我吓人，行。嗯。我吓人，长得吓着你了。那可以骂人吗？不行。可以骂人。骂人啊！我直播没少骂人。我直播，你知道我直播风格什么吗？怼黑粉。啊，真的，我直播一直在怼。别骂了，太难听。我有那个很多评论就非常不礼貌，我不敢骂，我怕举报。你知道吧，我的都是真的，我真没看见小胖子，再来一个呗，小胖子。所以直播就是这样，小胖子人呢，如果心态调整不好你就没法播。啥视频，视频的视频的，那我没看见火箭，张总你还挺上镜。我没看见火箭，看见火箭不就有视频了吗？完了，我这脸怎么这么胖呢？宽屏，真的好胖啊。视频发群里，什么群啊？就你这个。啊，不是啥群啊？没群，我也不知道啥群。你们还有群啊？你们真吓人！哪那么多人看？群多少人？因为他们都看过你喝酒，喝酒的视频。没有，他们没见过。我有啊。你不删了吗？我知道你跟你的聊天记录就会有啊。但我手机里绝对删了。你没看过阿华那视频？我看过，刚发过。一杯、啊、过分啊！送你们的两杯啊，谢谢。真去喝吗？你喝，你喝。我不喝带糖的饮料。这么讲究啊？好，今天上下是有洗的。咋这么讲究？来，上那边。对，举白旗的那个。什么举白旗的那个？那不是我，我不认识。我靠，你点的是什么寿喜锅？怎么这么大？肉呢？肉是大锅一份，还没来呢。哦，正常了。我以为是全。正常一份寿喜锅。你正常这个东西都不能吃是吗？还是有啥？这什么呀？它就是热量很高，还是脂肪，对吗？你只要不吃米饭就行。面条也不行。嗯。但雨晴不行，雨晴口味重。就是烤扇贝一份，是吗？嗯，谢谢，客气，放这就行。嗯，给他们。这不叫口味重，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就是口味重。这也不行啊。你吃辣的不很正常？其实也没啥，确实也没啥，就是被灌了。他在想为什么没有我吃的，为什么姐姐？待会儿，我来进来问一下。他能吃虾吗？嗯，但他不喜欢吃海鲜。他真挑。他喜欢吃鸡肉啊，牛肉呀。那边不有鸡肉吗？啊，他是不是不能吃盐？对，就应该给他搞个煮鸡蛋吃，不然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。我感觉你这狗养的比别人的都好。我养狗就是蛮讲究，我可以过得不好，但我的狗一定要过得好。我家猫离开我过得很好。太讲究了吧。我刚给我的狗买了个窝，花了2200块钱，我自己都不吃。没事，我家猫吃的比我吃的都贵。哦，它吃的凉海，吃的那个肉干的。现在都买了一个那个风干机，给它风干那个肉，而且它只能吃鸭肉的，因为鸭肉就是不上火。小胖子问：下次还举白旗吗？
啊啊！小胖子问你，下次还举白旗吗？下次可能就你举白旗了，小胖子，真是的，你们过分，你们就磕我一耳棍。难啊，真的，嗯，太难了。哎呀，伤心啊！你缓过来了吗？后来？缓过来了。第二天就缓过来了。第二天不还去吃饭来着吗？又去喝了。就吃饭，吃完饭我去酒吧找的欣姐嘛。先吃饭又喝酒，第二天。没有，我就吃料喝一点那个清酒嘛，然后我就去骂哥找他。他是我见过酒量最差的。然后就去骂哥找他了。他是我见过酒量最差的。他是你见过酒量最差的。嗯。你见过酒量好的能喝成什么样？就大概没有说多好吧，但是他真的很差呀，他大概喝十杯就不行。十杯是什么酒？对的呀，对的酒。对的酒，对的酒上头太快了。我靠，对的酒能喝十杯还差。就红酒，他可能只能喝六分之一瓶，八分之一瓶。不可能。真的。但是我可以喝四瓶。你能喝多少？我有一天他喝四瓶，他就喝了两口酒，然后我从他家走，他跟我说他吐了。我家买的红酒，我就喝几口，剩下全是他们喝。红酒也就是度数不高。怎么吐了？你能喝四瓶红酒？对啊。别装逼哦。没有，我身边的朋友酒量都巨好。白酒只能喝，我红酒量撑八两，我红酒量撑死三分之三瓶，这么野的吗？每个人耐受的东西不一样，反正我们就不能喝白的。那没事了。我没见过能喝四瓶。真的假的？稍微好一点的红酒喝起来就不难受，四瓶就是完全。那四瓶也喝不下。洋酒呢？一个人喝一瓶。不知道。洋酒，反正我发现各位女的都挺能喝酒的呀，嗯，很多女孩子。我身边朋友酒量都比我好，反正洋酒我的极限就是说，我有一次玩游戏，我输了150个烧。150杯，我就喝掉了，然后人都离开了，那就是我的极限，150个烧。150杯这种小杯子。子弹杯。你们玩都玩这么野了吗？玩那个10:30真的很凶，反正我喝完了，我人就离开了。只有上海人才喝酒喝那么凶，别的地方都不会。玩游戏，下喝150杯。主要是我前面的人，他可能输了180杯，他喝掉了。然后又一个人，他可能输了200杯，他喝掉了。到我了，我输了150，我输的是最小，我就是不得不喝。不是咋叫的呀？能叫150？就是10:30啊，可能是7伙14个人。两个人一伙，或者就是八个人，个人各伙，然后就比赛是8个，然后就一直加。哎，我也不太知道，反正就是能可以摇出来。他们北方的，沈阳，老乡。你对着我吧。嗯。你对着我吧。没对着你。啊，那样行。主要是前面的人他们喝了很多，让我相信我喝150杯没有事。我现在闻到洋酒的味道我就想吐。我也不喜欢喝洋酒。哎，都没。我那天还拍了一下我那个骰子，就是150杯的骰子，没有，伤了。那你多少骰子？
就你是十点半就可以加一个骰，你是十点半就加一个骰，然后那个不叫的你不是也要加一个骰？小晃在直播间是吗？他说他不信，我也不信，没事，他装逼让他装吧。谁能信啊？150杯，没见过，4瓶红酒，啊？我身边的朋友酒量都贼好，就我不行，小垃圾。你说，哎，你说你能喝还是我能喝？你能喝呀。我比你能喝。啊？不可能啊。对啊，你肯定比我能喝呀。对啊，你肯定比我能喝呀。谁不比你能喝呀？飞机都比我能喝，你知道？不然你们不能老录我。150杯是什么概念啊？150杯，我估计。你看，2021年10月27号那天我的赛，就是我摇出来的赛。看呀。那么多啊，对，我的那，而且很多一，很多一，这骰子快20个了。我们这么去想，差不多20个。他一个子弹杯差不多降一杯，对吧？你150杯，他差不多3杯到4杯是一整杯。嗯。150杯除以4，30多，快40了。算他40个整杯。40个整杯，差不多多少？一瓶了吧？没有一瓶。哦，40个整杯。不可能有一瓶，我肯定喝不了一瓶。肯定不是一瓶，肯定不是一瓶，1/3瓶，一半有。天哪！一半都没有，他可能倒的比较少。我靠！你要是能这个杯子，你能喝一半这么倒下去，你也没。这个如果是加冰的这么多的话，其实喝过去啊，还好吧，就是走了呗。那可能我喝完我就没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走了呀。我喝完我可能就去洗胃了，去医院。人没了，见不着我了。那天所有人都喝没了，有一个人他输的最惨，然后那男的就后面就抱着我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他已经脱了。小胖子，回头组织一下啊，看看这个妹子能不能喝150杯。别不要玩，不要玩那么凶。对，现在都不喝，能赖就赖。这是多少？先问一下二哥，先问一下。真的，2021年10月，我特意纪念了这一天，我操，真吓人。这两个妹子喝醉过我不知道，左那个穿白衣服不知道，我正面喝醉过，我正面喝的举白旗的有一次，投降了。是他们逼我的。你现在喝不喝酒？我喝啊，小飞。我就喝了300多升。喝。这个红酒非常好喝。就那个小时的骰子啊，其实玩那个落骰子的那个，这在小时家开的吗？不，这也不是，是在那个别人家。吹清酒一盅，清酒上头挺快的，那个塔基，塔基我喝过一瓶，一瓶是300多毫升，那一瓶我都喝不了，一瓶700毫升，真的假的？你能喝一瓶？我之前喝那一瓶给我嗷嗷吐，我一直在吐。我只能喝红酒。一盅蛮多的，来个超火我喝了。因为它那个入口很好入口，那个塔基入口挺好入口的，但是嗯。反正我觉得白的都。但是上头巨快。香槟我带气儿的味。我还挺喜欢喝香槟的。真的。两个超火我吹两盅。这两个是啥呀？茶呀？清酒。清酒，两盅是多少？一盅，就是一盅了。它就是清酒，不是它会倒在里面倒一盅了，这个。那多小啊！你哪有你饼块那么大？就这么点儿。没有，它这个一盅很大。你的外边那一盅就这么大点儿。不是瓶，是一盅。一人一个，你们这样吃吧。两个烤。那两个火箭怎么样？你放你那儿得了，你不说你好，你放你那儿。行吧，背光，两个。
降价了。这个吹的脸好白，嗯，这吹的脸好红啊！看我儿子乖不乖？嗯，乖。兄弟，给我张纸呗。那你得给我刷个火箭。你叫欣姐。啊。啊，欣姐。星星嘛，星星。不要讨论我，这搜到我了，发现我本人跟那个我互联网上的形象不太一样。不要去搜他。他们都搜到我了。真的？为啥呀？之前。为啥能搜到你？他们报我抖音号。我抖音都是小号。很吓人。但上次搜了一个是你大号还是小号？小号啊。还能搜到你？你还有小号？就是现在吗？你关注的我那个吗？我大号都被封了。欢迎帅逼。我就跟屌丝骂一架。直播吵架是吧？不是啊，他们在我下面评论呀，然后我就骂他们，他们在那私聊我，然后我就骂他们。我大号被公司收走了。被公司收走了。嗯。就有很多男的私聊我说要做我的狗什么的，我说靠你妈的，你有病吗？让你妈做你的狗。我操，你这真的是啊！然后我发的东西都很性感，他们就把我的号就取消了，我就又开了一个。你这个号发的还行。来，那我看看了。啊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不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给他们看，我自己看。不行，不行。很可怕。有多可怕？其实啥也没有。你告诉我里面是啥内容？是普通内容还是什么？普通的。你想吃吗？流量密码。有点烫呀！你别吃我裤子上了，吃了吗？你又没吃，他不爱吃海鲜。好像我视频的流量密码是永哥。嗯。打码？不会，就照片不行。我就是发了一会儿，他就自动给我锁上了，然后我就打了好多的奥特曼。你们发的视频真的是稍微注意点，现在审核很严的，不要啥都发。今天发的泳装让我妈刷爆了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他朋友圈就有。我看看。我朋友圈就有啊。哪个？朋友圈就有。你没看我朋友圈吗？所以你的家长不让你发这种。嗯。哪个？我妈说，啊，你让我的朋友们都看见了。哦，你穿泳装是吧？我没看到你泳装啊。你妈好不前卫啊。你看见过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不是挺……我感觉挺正常的呀。挺正常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挺正常的，没有说不对。也没挺爆啊，挺露的。我妈都拿我的那种照片帮我去相亲。就是普通泳装。真的，然后她又写，就是说什么，写一首诗，就是说夸我。哎呀。但是这个时候的头发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个色，真的我很喜欢我那时候的头发。欢迎百度。我妈真的很爱帮我相亲。真的非常时期，稍微真的这个夏天的这个头发的颜色真的我很喜欢。好看。但是我不能再染了，头发太伤了，调不了了。你吃了吗？当时这个发色就是配上去很像洋娃娃。哎，他不吃。
啥时候的事情？今年夏天，夏天。我们的煮鸡蛋吗？我忘了。有点难度。哎，你好。难度哥。哎，你好。我帮你去要啊。不用不用。但是不一定有啊。那不要，不行。没事没事。他饼干呢？扔了，扔了，他不爱吃。你要那种打开的还是要煮的呀？就煮好的呀。雨荨那会儿去哪里？不知道了。呀，烫下来了。你接呀，这是我接你。你让他停一下，把我带上。是啊。我先支支脑子，他说这个救护车是来接你的吗？是来接我的。你带充电宝了吗？我是来看美女的，我就不给你看。咋了？带充电宝了吗？没有。早餐，我是这个，我也没电了。你还有电吗？还有点，那没了。都打车过去。你扫一下去。他好乖呀，嗯。啊。哎，真是。哎呀，应该把我家猫抱出来。可是猫在外面，它其实会很害怕。哦，对，猫在外面不行。他害怕，他今天那天没吃东西，然后没拉屎，然后撒尿，真惨。我儿子在外面会紧紧的趴在我的那个肩膀上，不敢下来。而且他困了，要睡觉了。我儿子都有保姆照顾，我都没有。谢谢馒头的蒜粉。你雇我的话，我可以当他的保姆。雇不起。你就按那个市场价雇的，1小时40块钱。一天几个小时？就花铲屎，还有那个喂饭嘛。一天一个小时啊？一天40。这个你也不吃啊？我刚刚不是给你吃了吗？对吧？可以给你吃点鸡吗？不是鸡吧？是你鸡翅，他应该能吃。他应该能吃生鸡蛋的，真的。不要给他吃生，他拉肚子。我让他帮你煮了，有两个。谢谢哥哥。当哥的感觉还挺不错的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我不给他叫他们刷礼物，如果不刷的话就打狗。快点刷。不刷打狗。不刷的话在线就把这个就打这个狗，快点。他在线打飞机啊。不是。这狗的名字叫飞机。唱完不回来了，唱回来你帮我解释一下，他们家狗叫飞机。他真的叫飞机。你寿喜锅为什么料这么多呢？偏甜了是吧？不是，我说他放的菜很多。实惠。这空调不能往上吹吗？吹得我脸。
你有眼药水吗？没带眼药水。哎呦，你要不要提？不用，我是吹的脸，吹的我脸好烫。热了。嗯，他一直吹脸。那你这样吧。他这个不能上去吗？你要把风弄上去啊。对，让他一直吹，那个风往上吹，他往下吹，一直吹脸，那不就关上了。嗯，关上也行，如果等还热再开。你要掉下去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要掉下去？我借用一下啊。这个不是小狗狗身上。哎，你说你们挺奇怪，我呢这两天一直带王琦嘛，你们要骂他，我不带他们，你们又说不带他，那我到底干还不干啊？怎么这么奇怪？他们可能想他了。嗯。哎，对了，王琦怎么没听起呢？带着他老是被骂，很多人骂他，然后我这两天我就不带了，不带他们说为什么不带。他们可能在想没人骂吧。我拿我的筷子下了。哦，直接下来，我不嫌弃你。有机会咱俩喝一下。可以来，我让我见识见识四瓶葡萄酒。你俩现在喝吧，我给你们开车。啊，不要吧，我那今天必倒。我好不容易我的睡眠刚刚恢复很正常。那应该是你倒。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。你是喝快酒的还是慢酒？慢的，我喝不了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喝不了快的。明白了，我也喝不了快的。你会吃解酒药吗？我不吃。你吃解酒药了？就是会吃，每次都会吃，而且我就吃一种那种就是类似补肾的一样的那种保健品，真的吃完了之后你的酒量真的不变。还要补个肾？它是那种综合的，就是里面又有什么美白的，然后又有补肾的。不是补肝的吗？肝脏，对，补肝的。其实就护肝片呗，是吧？就是像复合维生素一样的一种保健品。解酒药哪个好？我有一个，它是你只能在那个淘宝上买，然后一小粒是80块钱。一小粒八十。叫什么盐酸什么什么，那个都是，有副作用吗？什么盐酸舌下片？就吃了以后。就是你就是已经醉了，你已经不行了，然后你就吃一个那个盘在你的舌下，然后我的那款好像是日本的，然后你就能醒酒，就喝了醉了不行，把它含在舌下，你就能醒酒了。就是啊，就是能活过来一点。这么牛皮啊！然后他们说那个不能，就是说你只喝一点点的时候才吃，那个对胃不好。我吃了这个。哦，对，我也吃过，嗯，但我觉得这个没用，这个心理作用。有用吧？这个？这个，反正就是，你头疼吃了之后不头疼。但是我喝完酒以后头疼。对啊，头疼之后就是你吃完之后第二天醒来就不头疼。因为它那个药效，我记得写了什么，用于治疗酒精中毒。热了，脸烫。这个124两盒。等一下，遥控器不在这儿。就这个。这个我也吃过。这是处方药了吧？不知道，反正我
我吃过就是活过来，但它好苦啊，真的很苦。是不是因为太苦了我才活过来？这个你抽定了吗？用于急性酒精中毒。那贵州如果酒精中毒的话，应该不好使。嗯，活过来，但你要死了。这个124块钱好像就两片，一片六片。去急诊打一针比这好。哦，它是处方哎，我今天写的是处方通过。对啊，一看就处方药。西双版纳。你去过西双版纳吗？没有。下次带你。谢谢。再带一个呗。你去。嗯。没说吗？我一哦没有，就是上海封控那段时间，我不是看我在外地吗？在我在西双版纳待了快一个月。好玩吗？挺好的，我挺喜欢那里的，在那里买个房子养老，真的。那你房子很便宜。很对，很适合养老。并且那个气候也很适合养老。人会不会很坏？暖和，那不知道。我遇到的都挺好。你一个人去的？不是，好几个人，好多人。我们是，我们三个女生去的。到那之后又遇到了别的朋友，然后聚在一块就好多人。我他妈每天在家抢菜，操！那时候你不给我评论吗？还有 B 超级他们都给我评论是要屏蔽我。他最近这两天挺正常啊，他要看屏蔽。他最近处对象了。就正常。嗯。他处对象之后就不那么了。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根本没有男人爱他，然后他要疯了。你懂吗？就他朋友圈是那种感觉。缺男人。不是缺男人，他朋友圈营造的那种氛围就是我很值得，全天下的男的都喜欢他，我很值得悲哀，但是看他那样子就是全天下的男的都喜欢他，跟王琦差不多行，啊，差不多，王琦的感觉就是挺讨女孩子喜欢的，他讨女孩子喜欢一样，而且还有种感觉，就感觉他被骗炮了，就是他有时候老犯这种。是不是哪个男的给他睡了，把他删了呀？他怎么发这种东西？他还跟那谁在一起过呢？你上次见我那个朋友，加你微信那个，加你微信那个。有三个人加我。我知道他仨，我不是都认识，都不是都我朋友吗？就是马振东，天天在朋友圈秀那什么的，天天秀奢侈品的那个。哪有啊？就他呀。马振东是最胖的那个吗？不是，瘦的。我不认识啊。我不认识，我怎么认识？你还给我发了呢。我犯什么？你说他去宝格丽买个表，啊、值得秀一下。啊、就你说他去宝格丽买个表，还值得秀一下。层次，他的层次跟我们不一样。哦，太困了。那趴那睡。哇，他好搞笑啊！他们女孩子在一起聊的就是男的，男的和男的在一起聊的就是女的，一样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，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聊别人的坏话呀，大聊特聊呀。是不是半年没见面，见面几分钟说了二十个，骂了二十多个人？这可能就是闺蜜，啥都聊，对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，一年多。我俩今天认识的，我俩是在泰国里偶遇。泰国偶遇？泰国里偶遇的，刚才。泰国里偶遇。
候可以免费吃饭，我就来了。大街上他的。你也太真实了吧。他说你想吃日料吗？我说我想。他说那你来吧，我请你吃，我就来了。有个东西叫圈子。有个东西叫什么？圈子，是的，闺蜜圈吗？沈阳圈子太小了。是吧？不要做坏事。怎么？做了坏事还知道了？都认识。讨厌你，你们这边的太上齐了啊。真的，沈阳那一圈都认识，挺吓人。但是我感觉你们两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什么性格呀？完全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吗？我俩的性格都很男人。只不过我不一样，上次小宝宝说星姐比我还男人，但是我在那个就是我喜欢的男人面前我可以伪装，嗯，而且伪装小女人一点，嗯，他性格很强势，男人他的性格有点强势，对吗？真的吗？我真的很强势吗？好多人是挺强势，好多人说真的是挺强势的，但我已经很温柔，就说话的那种语气的感觉有点强势，但我已经很温柔了，这就是我已经很 peace 了，是吧？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就更凶，他训他的那个员工，训那个那啥去了，他的性格就比较顺滑，他很滑，滑吗？会很滑，所以助人气他，他很顺滑，所以他什么人他都能够教，都能够融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有的人是融不进去，能，我都能，他确实也能，真的能吗？能，我这个人就是非常懂语言的艺术，放心他啊，走了是吧？好，谢谢了。哎，你们家儿子有吃吗？两个呢，哇，排面真大，你不给他扒了吗？他自己扒皮儿，很烫，他刚煮完，有点烫，我不要给他晾一下吗？啊不像你们斗鱼主播还得哄，了不起是？谁要你哄啊？啊，我同事都很怕，没人要你哄啊。就我一要去公司，他们就是那种很紧张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一定要挨骂，一定会挨骂。但是他们就是会做让我生气的事情的。你做哪方面的？做美术馆。美术馆。做画展的。搞艺术的。层次高啊，嗯啊，太不错了，不赚钱，有境界，嗯，现在奖费做不了，我的奖费全取消了，主要是我们原来做的东西还好，然后就今年亏钱嘛，然后就妥协了，做了一些很傻的东西，我没法做。上海还行，上海还是有展的，像什么美术展、画展，没展了，上海的展太傻了，真的傻，都没了。像以前健身展，现在啥都没了。还有健身展吗？有。哦，没去过。你不是还去过 CJ 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天大转今年也没了呀。没了呀，没了，对吧？都没有，转行了。对。转行我去捡破烂了，来我这儿吧，当教练，女教练，我还能当教练，绝对生意好。哦，真的，嗯，你就是你可以那什么呀，就是，比如说一个老头，他就很爱你，然后他就来办你的私教课，你就说，你就给他举一个杠铃，你说那个。老头不练废了你就说这个要做20组，做不到的话少几组就给我转多少个520，我
不行吗？五二零看不上五二零，不就是那个意思吗？雨晴长得这个长相就是挺吊男人的，渣女的长相。我，你问心姐我渣吗？你看，不渣吧？这人就是挺吊男人的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挺吊男人的感觉。谁也没吊上，吊不上来，都是愿者上钩。嗯。长得妖，你自信的点了两下头干嘛呀？别对着我啊！对着呢，点头看到了都。我认为你没对着我。对着呢。那真尴尬。没事。兄弟们，你们什么也没看见啊？嗯，刚才大家都没看到。你们都瞎，嗯。没事。如果让我吃点饭，好好的。我的朋友还好吧？我的朋友没人很凶吗？嗯，没有。手缓过来了，热，但是没有你的热，因为我按你的姿势滚烫。是，我捂手吧。行走的小火炉，冬天带你出去，捂手吧。我从小我在沈阳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我不是，就是我就是干火嘛。我一年四季手都凉，手巨凉，夏天也是。那你上辈子一定是个折翼的天使。对，你是个天使，你这辈子得好好对我，我上天堂，我保护你。哎呦我去，真他妈冷了！就我冬天的时候在家睡觉，我就能感觉到我的手心跟脚心是那种冒火一样的。你不提热，就是干火。我体寒。我从小到大都没买过什么手套吧，因为我的手不是很热，用不上的玩意。省钱了啊，冬天。冬天不要穿羽绒服了，穿裙子吗？手跟脚热，又不是说大腿它会自发热。羽绒服太贵了，吃点感冒药吧。感冒药便宜。我羽绒服都是别人给我买的。感冒药便宜。现在感冒药还不好买呢，小心把你抓起来买感冒药。不能叫，我留一半了。你想要这样的一半还是这样的一半？你说你要横着的一半还是竖着的一半？横着的。想吃那胡萝卜，提意见最多的，发弹幕最多的，就是一些逼毛不说的白嫖，要求还贼鸡巴高。分逼不啥，就是陪伴。主打陪伴的，我也没见你们有啥陪伴，进来他妈的话是真的多。我之前直播的时候，他们疯狂在我那儿扣弹幕，是吧？所有人都扣对列，分逼不啥，就是陪伴。意见还贼鸡巴多，闲这闲那，说这说那、啊。如果有那什么的，就拉黑。我说说陪伴你妈。麻烦你们也照照镜子、嗯。你们有能力吗？啊、要求还贼鸡巴高。我直播的时候，他们都很乐意看我怼黑粉。没有不刷礼物的话，你就点点那个赞。对呀、啊，没有点赞，没有点赞，我没点赞。哦、啊，抖音没有点赞。那分享一下直播间吧。还能干嘛呀？我都是免费的那什么上一上。现在七宝两千办卡。免费的。你也播过啊？啊，免费的虎粮上一上吗？哦。三个虎粮卡的灯牌。他们有的人可能就是打工的，一个就赚三四千块了，他只是娱乐呀。
老师太没钱了。对面这位在某牙播，不能说。啊，这都不能说。嗯。第一平台呀、啊。不是一个平台。不是一个平台。哦。那个豆腐用勺子，勺子它有啊。啊，我居然能夹住。你这频道应该还行吧，就那快手那种才能下沉市场。刷其实我们平台以前蛮好的，现在都被短视频给占了，被某音占了。嗯，现在流量都、哦、流量都在那边。那你用女粉吗？你用女粉多吗？应该没有女粉吧，应该都是男生吧。嗯，怎么说关于这个事情不太好意思说，是不是都应该都是男生？闪闪是不就是闪闪这个平台的哪个闪闪？哪个闪闪？就有一个刷客叫闪闪，给另外一个男的刷了几千万，然后那个男的就说：“哥，你这么支持我，我要去看看你。”他说：“不要，走开。”不是，不认识。不是吗？应该是。一个香港的。啊、怎么了？不喝酒就吃不下东西啊？没有，烫，烫嘴。要不然待会儿找个地方喝一点。哪儿啊？现在还没地方找。这不能有那什么。嗯嗯嗯，为啥没有版权了？什么？对，我开了点美颜，不是有妹子我才开美颜，平时我不开。妹子太丑了。不是女孩子嘛，这方面比较在意，男的无所谓。是我怎么感觉今天的脸和上次直播的时候脸不一样？他醒了，他盯着他的鸡蛋，好好笑。给他。太烫了。好，玉米我上，玉米滴我一下。好像我没吃过一样。放心吧。翻个白。放心。哎，没有东北的好吃。没有东北的好吃。嗯。你最喜欢吃啥？海鲜。海鲜是吧？嗯。我回头认识一家店，很好吃。有生腌吗？生腌？生哦，就是生的腌的那个东西是吧？嗯、有。哦，你喜欢吃这个呀？嗯。所有海鲜都喜欢吃。太咸了。不行，真不行。嗯，那你问完给我发，我在外面吃饭呢，反正十一点之前下好就可以了。我昨天我都下反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气死我了，下注都能下错。
说气人，气死我。没有没有，别乱想。没有，我就静音了一下。这也不能说。哦，真的有人真情实感的在看吗？不在。男主播的都是关系很好的人，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什么都在里面，和女主播不一样。我当时播的时候跟我说话全是朋友，就你没去。啊？我不知道你直播呀。就你没去刷啊。我还行的，我那个已经充了很多钱。乐多当时把他对象叫来我刷那个。对，他把他对象叫来给我刷礼物。你那时候播了多久？没播多久。个把月。半个月。半个月就不播、嗯、天天播受不了吧，感觉还不如我自己在某音呢。并且他给的那点流量资源我也用不上。当时不是说他们那个给你转流量转资源吗？谁给你转流量的资源？公司会长。嗯，没有用的。哎，但我播那个拆卡是对呀、啊、他的那些粉丝流量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人家不给你刷，你新主播不给你刷的。他这里我知道好几百个女的呢。啊，太多了，有个屁用。这个平台是不是打游戏的男的？对，嗯，都是游戏。我朋友给了我一些那个 LPL 的卡，让我去拆。有什么用？没有什么用、啊。英雄联盟的那个卡。对，就英雄联盟全州卡。卡呢？卡就是赛季结束，下个赛季就印啊，印就可以卖，就可以拆。然后它是自己的 IP， 它可以授权给别人买，要不就不授权给别人，它就只给我买。游戏主播的话可以。过两天我要找两个直播间，打两个直播间。游戏直播可以带这个，对。不需要，因为他认识所有的游戏主播。他懂吗？这个东西就是我给你，你就赚钱。我现在就不想给你了，我就要自己卖。那可以多个平台去卖。你要在哪个平台、啊？就是最主流的那个。啊。啊。爸，因为我的工作室是一个小隔间一个小隔间，它空了很多隔间，我可以同时做三四个。找人来带。那俩都不吃呢，怎么是我自己在吃了呢？我在吃，我还能吃。他吃的什么？干嘛呀？减肥啊？没有啊，就是吃饭慢呀。嗯，吃饭慢呀。吃饭也挺慢。细嚼慢咽，好习惯。细嚼慢咽不容易胖，吃得快容易胖。但我不能减肥，我一不减，我一减肥我就不高兴，我就工作也工作不好，我就更容易骂人了，所以我就是想吃的少，脾气不好。就是我老看那个别人就是说什么，什么100斤女生一天的吃喝，什么什么吃喝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拍一个100斤女生每天无节制的吃喝是什么样的。对，雨晴。我是一生气就会瘦，生气的时候吃不进去饭，瘦了。哎，我忙也会那个吃不进去饭，我股票跌了也会吃不进去饭。那我股票跌倒是不耽误我吃。哇，他真吃。他喜欢吃，他都能吃。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呀，母的怎么可能会叫飞机呀、啊？母的就叫什么团子啊这种。叫奶油。对对对，就叫这种可爱的。我儿子叫芬达。母的，母的这。
真的我不能说。你说呀。男的叫飞机，女的顺下来不应该叫。干啥？啊？那是啥？你们形容一个人特别吝啬小气，叫他什么呀？就特别小气。抠啊，抠啊。啊。抠门。两个字的吗？两个字怎么说？两个字是抠门啊。抠门。行吧。不说了。我觉得他笑了呀，雨欣，你笑你懂啊？我不懂，我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他不懂。他下车。对，我这是我要上幼儿园。我要跳车。我们去坐小孩那桌。不是小孩桌，不要叫我，我是小孩。宝宝还小。老黑明眼睑什么意思？有点头疼。怎么还头疼？一会儿那个，你不手的呀？你头疼？要感冒。感冒了。那你回家赶紧喝一个那个啥。今天冻了，还没感冒。回家吃个菠萝汤。你就穿这个衣服拍外景、拍照片，你不感冒谁感冒？不好看，这么冷的天，多好看呀！哎，看看你拍的照片，给我看看。我让你看了一张了。我再看。就修了一张，不行，没修过的不让看的。没修过不让看的。对，没修过不能看。那我现在不是看的就是原生态的吗？我说的是照片。有什么区别啊？反正你说我照片都不好看，这是你自己原话。看看原生态的，看看。对，他就非得说我所有的照片都不好看。不，你要相信我的眼光。不行，不修不能看。你看看，见外了吧？给我看一张。啥呀？对啊，就这一张啊！我让你看过了，在车里。就这样看的、啊，不行，我怕你划我相册。这还行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修过的。欢迎阿红，那你给我就这样看、啊，给我老张看看，我绝对不划，我发现。你把那个屏幕后置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后置就行了。还有呢，再来一张呗。我就修了这一张，还有没修的，还有就是没修的了，你就不让看。阿华晚上怎么说，出来聚聚吗？没事了，阿华，出来聚聚呗，哪里坐坐。还有这样的还没修。把那个小胖子都叫出来。摄影师拍的还没有那个。我都开始准备酝酿睡觉了。我天哪，8点半。我也是，这一看就是跟我。他天天6点睡觉。下午6点。真养生。凌晨3、4点醒。你6点睡觉肯定是因为喝酒喝的。就是那个生物钟到那里。他下午6点就睡了。拒绝一切的夜生。哎，我很讨厌喝酒。150杯是谁说的呀？我真的很讨厌，我是因为如果我不喝的话，我真的没有朋友，没有社交，所以我必须。知道也是。但我真的非常讨厌，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不喝酒没朋友。我不喜欢喝完的感觉，我觉得很那个。微醺不是挺好的吗？所有人微醺时候都会感到快乐、很舒服啊、嗯。但我就会把我难过的情绪放大。那我为什么要那样？所以你是搞艺术？不应该喝多了难过吗？不是喝一点也会难过呀，但他不会把我的快乐放大，他只会把我的难过放大。我喝多了也是，把我的难过放大100倍。你喝多了贼嗨呢。我喝多了把我难过放大100倍，喝多就想哭。没见你哭过呀。那有人能哭吗？喝多了就看你举旗子了。那有人能哭吗？你得偷偷的哭啊，自己回家哭，真的。真的呀。
要不然喝多了就喜欢打电话。这其实很下头呀。打电话什么？啊，就很下头啊。但你还有意识？有意识，有意识。喝多了？哎，你断过吗？你说没意识的时候？嗯，没有。没断过。就是我喝再多，我趴那我就起不来了，我都有意识。我脑子是醒的，但我身体真动不了了，就是这样。找个机会把你喝垮。上次有个视频还是呢，天啊，他们用轮椅把我推回去的，在厦门玩的时候，你找找我抖音啊，不是某音的视频。你能喝到推轮椅啊？那也蛮多了。啊、有时候还上热门了呢。不是因为你喝多了，是因为你站不起来，走不了，但你意识是清醒的。没了呢。都站不了了，意识还能清醒啥？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这种睡得早的人，我可能现在八点半，就是喝到十点，也对我来说熬夜了。我喝到凌晨四点，我是熬大夜，真的，我身体已经不行了。给我都喝成这样了，躺着给我推回去。你还叫我站着，醒醒啊，站不动。哎，你这个录一张照片，我一下子看到了，我操，这真是你啊！啊，我看我看。我喝成那样，你看浑身都红了，全身都红了。厦门的朋友太热情了。哦，厦门人很能喝的。我喝成那样。喝成这个逼样，真的。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真的 KK 扶我到那个酒店楼下都上不了，让酒店的那个保安拿轮椅把我推上去了，给我推回去。对，小胖子就是福建的。对，他是福建的。他就是福建的。他是福州的。他福州的，我去的厦门，福州我也去过。福州那边吃的挺好。我这里是肯定关不了他的。啊？可以试着找别人。试着下次让那个吧，雨欣去灌一下。他没喝趴下过，让他喝过。小胖子，我灌不了。嗯、小胖子，他没趴过。没趴过。真厉害，我感觉福建那边的好能喝呀。我感觉福建人真的很能喝。因为我夏天去了一次平潭，就是福建的一个小岛。哦，对，是福建的。福州的一个小岛，那里，然后我去，他们为了迎接我，每一个人炫了一瓶毛子。哇！我就觉得我操，每个人都就是。他们别人都是拿那个喝酒的那个小，我都拿那个小杯一杯一杯喝，他们就是拿那个分酒器粥了，每个人都粥。让他们三个人喝，然后我们就随便喝喝聊聊天。吓人！然后我就这三个人能拼一下，我一定也要粥。这节目精彩。然后我粥完了之后，带我去又去喝什么？这三个人喝酒好。又去喝啤酒，我操！得让他们。你知道那天我喝了几场吗？我们那天是刚到厦门。真吓人！接我去喝了三场，先去吃的饭，吃饭还挺那什么的，吃饭喝的少，然后紧接着就去那个去清吧坐着，去清吧喝酒，喝到那个酒蹦迪的酒吧开场，酒吧开场之后我们又转的酒吧喝，从那个酒吧蹦完迪之后，转完之后我们又转的那个纯 K， 又转到纯 K 去喝，哦，这样喝的，喝死我了。你看他们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到了，每个人先喝一个分酒器当天，11:20，三两个，然后之后12:00就去喝啤酒。只有靠你这里了，我这里是喝没有这么能喝。这福建那边，而且他们女的还喝那个劲酒，劲酒是啥呀？就是白酒。劲酒就是壮阳的酒，那不是药酒吗？对，应该是吧。反正就是应该不是你是男的。阿黄睡了晚上啊，不整节目了吗？阿黄也不喝酒。不喝酒，但是玩儿。等到11:00开车才能睡着。我之前去酒吧玩就是，他们喝酒，我拿矿泉水给他们干。他们说我喝一杯酒，你就吹一瓶矿泉水。
那你俩都不吃，就我一个人在吃呢。少食多餐呢。真尴尬。养猪的。养猪的。那你别说，你不吃这样吃，你倒不胖。对啊。这样慢慢吃都不胖。哎，但是你胖点。因为我原来90斤的时候就没了，是吗？或者女的胖就会不少，真的瘦的话就瘦，嗯，会吗？一般瘦的都没有，很少。反正我身边那些模特都没有，基本上有也是整的。对。但是模特是不会去做胸的，穿衣服不好看，就拍不了平面了。那样的话，他们可以去做内衣模特。我干嘛来着？确实，因为女模特基本上都平胸。嗯，因为拍服装的话不能有胸。嗯。有胸。特别是走 T 台的也是。有胸穿衣服不好看。衣架子。但是像那些内衣模特呀，那胸就很大了，没胸拍不了。还有拍泳装的也是。你修图呢？来，让我看看你照片。来，他的我看了，给我看看你的。胸很大。啊？胸的很大。来看看。让我见识见识，来，我看看，给看一眼，多看一眼。还害羞，还害羞。我照片胸也挺大的，修的，实际没有。哎呀，想去长白山拍照，好好看啊！你去过长白山吗？去，太冷，雪乡吧。雪乡是黑龙江，长白山在吉林。啊。去长白山。长白山没去。格格发疯。可以不用去，没意思。嗯。就纯粹是个景。哎呀，我要去，就滑雪、泡温泉。是很无聊呀。我觉得不无聊。没有上海好玩。我觉得上海。404。我觉得上海不好玩。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喜欢泡酒吧。泡酒吧啥意思？我就喜欢去旅游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全国各地旅游，长沙也好，长沙好玩在哪儿？长沙凌晨4-5点出来都全是人，大街上全是人，夜生活巨丰富。有没有白天的活动？就是比如说，白天就是说看看风景，橘子洲头。去和毛爷爷拍张相。长沙的话，你待了多久啊？那边？4天。4天不够，我去了2个礼拜。连那玩什么？那玩啥呀？2个礼拜你没玩呢。就说了，凌晨4点多有人玩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不能天天去啊。我每天都是解放西。哎，我还没喝过茶颜悦色呢。啊，我一天喝5杯。就每天的解放西。啊，好羡慕你啊！一天5杯。真的，我一天去拍5杯。几个酒吧玩去了。当时在西双版纳的时候，天啊，能待20多天，我也是，就算在那儿待20多天待不够。有那么好玩吗？嗯，真的，你可以去，真的很好玩，你可以去那直播做直播。你陪我去啊？嗯，去呗。当时我们就天天在芭比直播。是吧？酒吧，嗯。天天的那个行程就是起床，星光夜市集合，星光夜市集完合之后，然后去酒吧。蹦迪，蹦累了转楼上转包厢，唱歌唱累了啊回家睡觉，不是吃夜宵，对吃夜宵，吃完夜宵之后回酒店睡觉。我撑了。你们不工作吗？啊，直播就是工作呀。撑不了。但是当然直播就是工作呀。这么个弄法，各位，我肌肉掉光了，我今天也别练身体了。不啊，酒店都有健身房啊。肌肉的，我这蹦完泡吧臭唱歌又干嘛了？我还练得动健身房呢，真的。
很有肌肉吗？你这话说的真的是，我不知道呀。你觉得我没肌肉吗？胳膊是很粗。来，你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一个，你跟一个搞健身的说你，你把我头那个下来了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不行，我得让你摸一下。你跟一个搞健身的人说你很有肌肉，你真的是，有吗？有吗？还可以吧？来，胸部这里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不是，涉黄，涉黄色情。哦，有吗？知道啊。还有那个。还有啊。形状。下回别这么说啊。跟一个搞健身的人说没肌肉，刚刚没有仔细看，没有仔细看。我这个人很守女德的，女德，天天在家背女德经。没有女德经，只有一个东西叫女戒，还有一个东西叫弟子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嗯、我抄过。啊，你抄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啊？你抄那给我男朋友啊？开玩笑。给你。给你男朋友抄那个，就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在家给你抄女德、女戒还有弟子规呢。那里面写的东西可能就是什么老公是天之类的。你还抄过那些呢？怎么可能会抄过？开始找照片了。王琦，你看错了。上次说你没天分的是这个人，然后这次说我没肌肉的是这个人，他在打小报告呢。他说真的是情商真低，一会儿说没肌肉，一会儿说没天分，嗯，啊，不是同一个人，啊，不是干嘛呢？怎么又说我坏话呢？记错了，啊，我碰了。对我有意见，对我有很大的意见。终于体会到了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，这女的情商低，低的一逼，哈哈哈。哇操，谢谢老地主的五张榜卡，他是真的是盯上你了。现在老那么说我干嘛呀？谁让你那么说他那个呀，没机会呀。谢谢老地主，盯着你了，恨死你了，真的是。现在老说我真是的。我到时候已经恨死你了。他有机会真的。机会老大了呢，我情商是低，我认，嗯，我认，不生气，说我啥我都认。心态好，我跟你说，心态很重要，不要心态不好，早让人气死了。得不到就毁掉。上个厕所，帮你开美颜了啊！开美颜了吗？开了好像。找得不到就毁掉，毁掉谁呀、啊？把谁毁掉？毁掉旺仔白吗？毁掉吗？骂他！不行不行，不能得罪王总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王总了。我怕开我专场。天啊，完了，这脸怎么这么胖呢？怎么叫我啥名儿的都有。哇，哎，他这个旁边是不是会把我的脸放宽呀？我感觉我的脸怎么这么宽呢？我如果来中间的话还好一点，哎，会的。哦，这个好像吃妆都没有了，在这个镜头里，真的，感觉脸好红啊。按着空调吹的，真的。你好，二美，大美和二美。哎，你真的还挺上镜的。我不上镜了，以前还上镜，现在不上镜了，胖了，真的胖了。真的，为什么这脸这么大呢？减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最后一顿饭。明天开始我就减肥。明天我们去吃海鲜吧。好的呢。减肥失败了，我跟你说，不要拿吃的诱惑我。
你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我儿子睡着了。他好能睡呀、啊。他天天几点睡觉、啊？你儿子？嗯。他只有六点睡，凌晨四点醒。啊，那他跟你一个作息。这个我脸好烫、啊。哎，我帮你P一下。不。看看我手艺。不用，信不过你，不行。我P图蛮会P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怎么，你是美图秀秀吗？对，你们不用美图秀秀P的。用啊。PS 只能电脑用，手机只能美图秀秀。P 一张图需要用好几个软件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个软件有的功能想用的功能不一样，那就会用的全一点。所以说嘛，一张照片的诞生很费力气的，很累。对吧，女孩子 P 图啊，这真的是确实挺麻烦，太讲。一点一点抠，跟你说。我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原相机拍完就发，不带 P。那能一样吗？不是你吗？对呀、啊，能一样吗？那你们一张图要 P 多少时间？半个小时？要吗？一个半个小时太久了。我都没有 P 图软件，我有阿黄，你去试试那个美图秀秀，这有的时候美图秀秀拍起来还不错，就稍微 P 一下，自动美化一下就行。男生基本上男的。对，基本上男的都不会去 P 的。会、嗯，会的，会的，男的都会，男的会化妆的。打给我说，欣姐，帮我 P 一下。男的还会化妆的，真的。那健身的可能男的性格比较直一点，啊，健身的应该不会。嗯。而且你知道那个美图秀秀的功能是可以加腹肌的吗？哦，还能加腹肌呢？哦，可以加腹肌的，可以加腹肌，还可以加锁。是吗？还可以 P 胸，嗯，把胸 P 上去，还可以把胸变大，美图秀秀，嗯，厉害吧？他直角肩也行，嗯，吃完了，就是先 P 图。谁大老爷们自拍？对，我现在自拍也都我都不敢拍。我发的最多的就是没事拍一张自己练完身体肌肉充血的照片发吧，就值得纪念一下，感觉自己好大。能把肌肉练得很大也不容易。你觉得我肌肉大吗？挺大的呀。是正好还是偏大了？反正我没接触过健身的。是吧？嗯。感觉能看吗？嗯。能看吗？感觉。怎么不能看呢？能看。他们都是自己，嗯，没事练一练的那种，不是专业练那个的。专业练那个的，还不认识这些。你欣姐照片修完还是很好看的，不修也好看。本人很愉快。没有，很好看。那你坐我旁边，让我看看你怎么修的。就正常那么修啊。那我看看你要修点啥。没怎么修啊。没有啊，就瘦瘦腿，瘦瘦脸。你拼，你拼，你拼，我拼你爸。
你看头就小一点吧。哪小了呀？小了呀。你看头发，再把头发披一下。你看头发蓬松，头发可以起来一点，头发高了吧？等。你看，高了。哎呦我去！兄弟们，他们 P 的这种东西啊，各位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简单来说，如果你近视200度以上，你是看不清楚区别的。男生看不出来，女生一般也看不太出来。你的情敌就会放大了看。哦，对，你的情敌就会放大了看啊，看这里没有 PY， 啊，还有这回事的？啊，女生有的会看啊，你看他这张照片那儿 PY 了，就是一看本人就不行，各位，女的是有点心眼小的啊。心机有点重啊，兄弟们。肤色，美白一下。你能 P 好以后给我看看它的原图是什么样子？原图和这差不多呀。你看不到，这个我看到区别，这个我看到，要不轻易看不出来区别，要换个软件，然后再换一个软件再 P 啊。我把人都拉了，头变小了。哎，可以P腹肌，真的可以P。我给你看啊。但是我这个就是不太适合。这个太假了呀！可以这样啊，就是我这个地方可以，但是我这张就照的不太好，因为这张有阴影。如果你是个很白的、平的肚子啊，你就……我操，还真他妈能把腹肌P上去啊！对的，真的能的。这有增高塑形，你看丰胸，他胸就大了。大哥，你是黑色的衣服，哪看得出胸大呀？不乐意，我就有胸。这样，这样劈胸。那这样怎么把腿这样拉长？我腿不用拉的呀，我从来不拉腿，点自信得有。腿。你们都是直男，什么叫有什么意义？女孩子吧比较纠结一点，这个东西要能接受，知道吗？你们都是直男，像我都够直了，那我都能够理解。能够理解啥 P 图啊？哪有人不 P 图的？男的不一样。那挺好看。我是。P 图只是还原我的美，对，这只叫还原美貌而已，真的。啊，可以这么说。啊，对，这是叫还原美貌。女生最认真的时候就是在修图的时候。你不要把嘴巴拉这么大修啊！啊，修细节吗？这细节谁去看呢？他把他的嘴巴，他这个人是这个样子，他把这个嘴巴拉到整个屏幕这么大，他去修细节。对，就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的修。变化虽然不太大啊，但还是有变化的，我能看出来。有的时候会拿两张差不多一样的照片，然后让他们看选一张，选哪张发朋友圈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是怎么 P 的，
就比如说是这张图，他们是怎么 P 的？他们是就这张图啊，差不多一个画面里面人是这么多的，他是这么 P 的，就是他把嘴巴拉这么大，还要再大，就把整个嘴巴拉到整个手机差不多大，然后再修细节。那你看看，男生女生不一样啊。嗯，直男，哼，大直男。出啥呀？直播间里都没有女生。阿五现在越来越调皮了，越来越会说话。你看啥呀？啊，没事。好的香水，那香水得啥样啊？年纪到了。欣姐这好看吗？你嘴好像是有点大，你修小点吗？我特意修大的呀。是有点特意修大的呀。不是，你修完照片不是应该给男的看好不好看吗？男女不一样。你懂什么？要跟女生看的。你懂什么？要跟女生看的。天哪，你们觉得你们很懂吗？这就有点看不起我，各位。好看吗？好了，那你们看了。我们女生修东西是为了取悦自己，对，我们是为了取悦自己，又不是为了给你们男的看。就让自己爽。朋友圈，是发给自己看的，留念。今天那个女生拍的照片应该能挺好看。我跟大家说实话，如果我在朋友圈如果看到一个女的发一张照片，除非就是很性感的，我会把她啪点开放大看看。不然我基本上是不太会点开。啊，不点开也看不见啊。用小图就扫上去就好。就看着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拍一张这种照片，就点开看。你朋友圈有很性感的吗？有，健身的，很多健身的。李老公他们拍照片是吗？很露的都是。
健身的为什么要穿健身服？那你怎么能不跟兄弟们分享？这怎么分享？建个群，你们不是有个群吗？建个群。这个就自己看看。自己看，不让大家看。哎呀，真是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我两个微信号没有。让我瞅瞅。让我们帮你鉴定一下。对对，我们帮你鉴定一下，让我瞅瞅。鉴赏一下，给他打个分。我们来物化一下。你们那个会在朋友圈里面发很性感的那种照片？不会。就比如是什么样的呢？比如说露屁股、露半个屁股的，露胸、露半个胸的那种。没有那种照。很性感。没有那种照片。我会发，我会发。你会发？我会发。来，把你要做 BB 的男的，我就全把他删掉。嗯。就是那种傻逼，你不是不想看吗？就删掉了。怎么叫 BB？ 就是他会说啥？他就会说乱说话的吧。他就会说你的奶房比你的脸都要大，我就会马上把他删掉。而且就是有很多人，他就会私聊我说我想舔你的脚。啊，真的会有人私聊我。练足癖吧。你朋友圈到底是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我想做你的狗，我可以做你的狗。问题是你都不认识这些人，为什么会加到你朋友圈？因为我原来是开花店的，所以我的家务非常多。哦，是开花店做了。我也想开个咖啡店。今朝买花的，就是没有女生买，都是男的买。那所以我的微信里边就很杂，都是男的买。你来上海多久了？三四年了。以前到上海就做花店。对，原来在老家做。那在沈阳。我是属于那种，会自己买花的人。你自己给自己买？会买的，因为我家里什么插花瓶啊什么的，都是放鲜花。王琦，你那个向日葵枯了没有啊？没枯的话，我正好送给他。那个上次买给旺仔白那个向日葵。我不要别人要，我不要那什么的，真是的。正好你不是养着吧？养着你过来给我，我正好送给他。都几个月，应该都死了吧？花都几天一换。哎，我有一个那个人，就是他特别疯狂，就是我微信里有一个人，他就是一直偷我的照片，然后他去卖。卖。他就单独建一个微信，他说是还是我，他说我还是我，但是假的我。然后他就不知道在哪儿加了一堆男的，然后他就会卖，写真当写真卖，他就会卖全裸，不穿衣服，然后跟别的男说这也是我，啊，卖10块钱、20块钱，那卖也太便宜了，天哪！对的，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开那个比较主流的那个，然后就有人跟我说，然后就说什么，你为什么在上面装不认识我？我都跟你的什么我都看过什么的。天啊，哦，对，他们有这样的盗别人照片，有偷照片的。我之前有朋友也是。然后就有一个人，他就是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嘛，然后我说不是我，我说你可以来加我本人的微信，不是我，他就坚信那个是我，然后他就每一天都发骚扰我的东西。删了呀，给他拉黑。删了他就会起另外一个号，然后继续来跟我聊天。真吓人。我也遇到过有人把他们删了之后来回加你，来回加你，明明知道不可能加上还要加。P 脸换裸照上 ，P 脸换裸照上6块钱一张，欣姐会 P， 我本来说要去那个哪儿玩，要去长白山玩。今天美女局。然后我欣姐过来，那个，我给你 P 照片，6块钱一张。啊，6块钱一张呀！真的。对，给我修照片，6块钱一张。我说不要。他们好多人现在都是找那
换头。哦，有那个软件。我头都没了。嗯哎呀，就感觉直播没有本人好看。你本人比照片好看。嗯、本人比直播好看。嗯。不上镜，真的不上镜。就还有人给我发他的。我懂。然后我就会给每一个关注他的人把这张截图发过来。还照片？你报复心也太强了。但是我发现你拍的照片倒是挺运动型。啊？你看到拍的照片了吗？看过，重新看了一下。是吗？挺运动型。看我刚刚 P 好的。嗯，挺好看。这不在洗手间拍的吗？厕所之内。走了，啊，美女们。走。等会儿啊。彤彤，看了。他还在。你都要回家了，你还什么什么？儿子，回家了。还想出来吗？以后。手机是不是没？快走，有球！有球！走了，买过了。喂啊，你爸躺医院了，让他出来少喝点酒，啊。他这次出来应该不敢喝了吧？啊。哎呀，是喝酒喝的。这里，这里。啊！电梯有信号吗？出去不就有？王总啊，王总今天没叫他，不叫。你们说我要把这个妹子叫过去再喝点吗？还是送她回去了？再喝点就又得喝酒。性质倒不是真的很大，再喝的话。